原标题：老宫女回忆。皇帝早上洗龙沟，他们都抢得伺候，有时候还抢不到老宫女回忆。皇帝早上洗龙沟，他们都抢得伺候，有时候还抢不到古时候的帝王，那都是九五之尊。很多人都以能够伺候皇帝而感到荣耀，特别是在皇宫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去巴结皇帝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皇帝的欢心，然后走上人生巅峰。于是只要皇帝一般有什么需要，下面的人都会尽力去满足他。作为皇帝的饮食起居一般都是很重要的，为了符合礼仪规范，甚至制定了专门的规章流程来规范太监宫女的日常事务。比如在明代皇宫中就有上衣监，负责掌管皇帝的冠冕、袍服、靴袜等，还有执殿监，负责掌管皇宫的卫生，以及御用监，负责采办皇帝御用之物，照顾皇帝衣食起居。而在有些朝代里面，太监甚至能够代替皇帝去办一些私人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通过找朝廷官员去办的话就不太方便了，而皇帝的近身太监就是最佳的人选。比如皇帝要处死一些得罪了皇帝的后妃、王公，或者选拔美女、敛财等事，往往都交由太监去办理。如明成祖朱棣因为怀疑建文帝逃亡在海外，就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。而汉灵帝为了大建宫室就卖官敛财，也是由太监张让、赵忠等具体执行的。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之后被迫处死杨贵妃，也是由太监高力士亲自动手。除了太监之外，还有一个群体，那就是宫女。历代的皇帝每年都会放一些年老的宫女出去嫁人，也会去民间找一些女子来做宫女。要是宫女心思活络、长得漂亮的话，那么还有可能被皇帝不小心看上，然后有了肌肤之亲之后，就会被封为妃嫔，这一类的也算是出人头地了。而在伺候皇帝饮食起居的时候，宫女也是很重要的角色，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宫女都能够接近皇帝伺候皇帝的饮食起居，而是要疏通皇帝身边的太监，让其帮助自己才能够接近皇帝。据一位不知名的老宫女回忆，在皇宫里面做宫女并不简单，也是充满了勾心斗角，有时候比妃嫔之间的宫斗戏还要紧张。一旦得到机会去伺候皇帝，那么这个宫女极有可能成为最幸运的那个人之一。特别是那些能够自寝的宫女，更是容易被人高看一眼。在伺候皇帝的过程中，有一件事情那是非常的尴尬，就是洗龙沟了。一般这种差事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宫女才有资格去做的。那什么是洗龙沟呢？其实就是现在的刷牙漱口而已。古时候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，早上刷牙有专门的牙刷牙膏。古时候的人为了刷牙都是用牙盐的，而牙盐这个东西在使用完之后就必须马上漱口，不然就会很不舒服。在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中就曾记载了贾宝玉每天清晨就有用盐擦牙的习惯，这个过程也是要好几个丫头伺候才能完成的。而作为皇帝，伺候的人肯定比贾宝玉身边的丫头强多了，也是一件美差，很多人都抢着去干，晚了就没有了机会了。说句题外话，古人为什么喜欢用牙盐来清洁牙齿呢？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，梁代著名的中医陶弘景所著的《名医别录》中就记载了食盐具有清火、凉血、解毒的作用。而且按照中医的理论，食盐味浅，入肾，齿为骨之余，肾又主骨，所以食盐能稳固牙齿。由此看来，古人在养生这方面的要求还是很有心得的。而作为皇帝，一国之君，当然更懂得其中的道理了。大家说是吗？参考资料《红楼梦》。
明夷别录等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